为了提供居民优质生活环境，复兴外埔社区透过农村再生计划申请经费，将社区内底种树之家头前打造一个舒适休闲场所。唔但环境美观，居民嘛会当来遮做伙泡茶开讲。居民有闲的时间，就来到遮，甲大家做伙泡茶开讲。为了提供居民优质的生活环境，复兴外埔社区特别透过农村再生计划，将遮打造成一个舒适的休闲场所。阮遮是一个外埔的公馆吼，上头是安尼一片的废墟，凶的安尼规个乱七八糟，因为阮经费吼也无够遐尼多，所以阮利用外埔社区的农村再生吼来做。做这个活动吼，而且开始咱把所有的凶个垃圾树啊，拢整理起来吼，凶个草地拢绿化，全部拢凶个凶个，大家拢有法度伫即个安尼开讲吼，啉茶。这是外埔种树之家，但是因为日本时代被轰炸严重受损，真侪子孙拢外移。经过社区的整理了后，是变甲非常的水。因为咱日本时代空袭了，咱将咱的一挂迄个厝吼，拢规个拢轰炸了了，唯一的剩这两支旗杆当做纪念。已经人哦，咱一挂在宗亲吼，拢大部分拢外移啊吼，已经刷出路口。定起啦，还是讲去外口买厝？即卖这砖卡正吼，拢闲置吼，就是足久，都拢也无整理，耕地吼拢发咧杂草。经过咱社区、咱村长、咱理事长、总干事甲财务长作为干部努力的争取之下吼，甲咱水保局掏一寡经费来甲咱建设。像即卖下今日已经大家直接咧泡茶即个环境吼已经真清幽啊啦，啊，种一挂绿化，咱跩时段吼，咱做田无轮刷进前，会当来遮坐一下，休一下凉，啉一下茶，非常感谢咱这政府吼，有这个农村再生这个政策，这咱这社区这呢朴实的这民风吼，会当提升一挂更加休闲的所在吼，非常之好。因为社区的用心，让原本真垃圾的所在变得非常的水，也成为居民之间泡茶开讲的好场地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